好，同学们好，好，老师好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进行法文小考。A red gazpacho, a green gazpacho, or a white gazpacho. What are you doing? Right. Ready? I almost finished. I'm just kidding, actually. I'm the only one to pass. I'm the only one to show up. How? 第一题，孔子曾说过，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呀。请分析这一句话里的主谓宾结构。开始。第二题，小明说他的爸爸今年35岁，他的妈妈比他年轻4岁，请问小明的爷爷多少岁？第二题，一辆列车上有52只牛和73只羊，请问列车长几岁？同学们，这次考试的成绩直线下滑，你们照这样子考下去，高考的时候3本线都上不了啊！你们这个样子，别说高考了，你这个成绩你可能连毕业都毕不了。那因为如此呢，我决定给同学一个机会，我们做一个 extra credit assignment， 大家在白板上画蛇，最先画好蛇的同学呢就能得到 extra credit。 3 2 1开始。我画完了，他很傻。我画完了，好，谢谢。任开荣画的非常好，蔡浩宏同学，蛇是没有脚的，我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哎，领导，喝可乐，肥宅快乐水。好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你走路不长眼睛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认不认识？这是局长的车。对不起。哎，他很凶。听说你最近有点跳。哎呦，领导严重了，严重了。听说你最近照耀国事影响不好啊。哎呦，领导说的是，领导说的是，我一定改过自新，好好做人。这个人对样样。我的狗是全世界最酷的。不是，我的狗真是全世界最酷的。它不可以，可是我的狗还是全世界最酷的。不，那不可能的。你的狗可以闻到炸弹吗？好啊，可是我的狗可以闻到炸弹。全世界有很多只狗。你的狗可以装洗衣机吗？我的狗可以装洗衣机。我也有一只狗。你的狗可以攻击坏人吗？你自相矛盾。快变笨，笨不完美有饭吃。啊啊，真的搬不动了啊。All right, that's it. 这一次有新的活，要3天半完一车数。啊，3天半一车数？这是2-3个人干的活，我一个人干不了。你在上班，40本晚上班30本怎么样？早上班40本，晚上30，我觉得不行，还是干不了。那你晚上班是40本，早上班30本怎么样？晚上班40本，
早上班30，这个我觉得可以。他站啥？这个人我怎么感觉朝三暮四的？哎，Hi, Colin. 听说你最近有点跳。哎呦呦，领导，您这是怎么说呢？听说你最近交友快了。$1,000 place, fine China, shorty like it.Shorty like $1,000 plate, fine China. Tell her that she beautiful every day. I remind her. And I jump in a like a lake. I'm a diver. And the last man was a cat of a dream. I get lost in her eyes like dust from the sky. It's her body or nobody. I refuse to compromise. So if she leaves, I'm a glitch like, oh, she'd die. Did I say that out loud? I'm so crazy about mine.